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。前面这段动感的音乐动画短片，希望你能喜欢。不知道你猜到没有，短片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一张张静态图片使用 AI 生成的动画。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两个我们在前边短片中用到的工具，学习如何使用它们，轻轻松松帮助我们来制作动画以及影片。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 Runway 的 Gen 2，这是一款功能强大的黑科技视频生成工具。我们只需要一张图片，它就可以为我们生成视频，而且提供了不少免费的额度，大家可以来尝试下。我们今天主要使用的就是它的图片生成视频功能。点击进入之后，我们选择图片选项，然后上传我们的图片就好啦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直接去 AI 图片网站找一些素材来使用，譬如这只小狗，我们将它下载下来，然后上传到 Gen 2， 点击生成按钮，就可以根据这张图片来生成视频啦。稍微等待之后，就生成成功啦。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我们每张图片会生成4秒的视频，如果觉得太短，可以点击延长来增加长度。觉得效果不错的话，我们可以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将视频下载下来。同样的步骤也可以应用到场景图片的动画效果生成。我们来找一张作为场景的图片，看下它的效果。另外，使用一些比较逼真的人物图片也可以生成一些不错的效果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，制作出电影质感的影片哦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另一款重磅工具，那就是 Deep Motion。 它是一款设计用来将输入视频中人物的动作姿态映射到 3D 人物的应用，可以轻松帮助我们制作出逼真的动画效果。登录之后，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我们的人物角色，这个它提供了方便的制作工具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这里我们选择动画 3D， 就可以进入制作 3D 动画的菜单，然后我们选择 3D 模型。我们来尝试创建一个新的动画人物。根据需要，我们选择合适的衣着、发饰等等。然后，给我们的角色起个名字就好啦。现在，我们进入动画创建页面，先选择我们创建完成的角色。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视频文件来提供人物的运动以及姿态的输入。这里有一些要求，比如视频中人物不要被遮挡，人物与背景要有颜色差异等等，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效果。作为演示，我们从免费的资源网站上找一个跳舞的视频来作为输入。我们可以使用关键字来搜索关于跳舞的视频，然后找到满意的视频下载下来。我们回到 Deep Motion， 将视频上传，然后对我们期待的动画进行参数设置，主要有脸部以及手部的跟踪，输出格式以及背景颜色设置，然后关闭不需要的选项，例如阴影音频，就可以点击创建进入确认页面啦。这里最终确认下我们的设置，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开始创建啦。
如果看起来效果满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点击下载，然后选择需要的格式就可以啦。下载下来的视频是我们生成时选择的纯色背景，这样就非常方便我们在视频编辑工具中进行后期的合成处理啦。现在我们来在剪映中简单示例一下该如何做后期的合成。我们先把前边制作好的影片素材导入进来，将背景视频放入主轨道，并调整长度。接着将角色动画依次加入场景，并移除背景颜色。然后加入一些贴纸以及镜头特效。最后加入背景音乐，就基本大功告成啦。我们来看下效果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。希望你能够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加入在视频描述栏中的群组交流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